网友们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呢，小松有时间，我看一下我们家附近的花园那个菜地啊，好像那个菜差不多熟了。OK， 让我们看一看有什么菜，我们可以来炒一炒。Let's go。OK， 啊，那我们来到这个菜地了啊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啊，在印尼这边啊，所有的植被啊长得特别快。无论是菜呀还是树呀，都一般，我觉得都比北京啊这个要长得快啊。你看，因为它这个天气啊，每天都是热呀下雨呀。我还记得大概也就是两三个星期以前吧，哇哇，你看那个茄子都长这么大了，不可思议哈。大家看啊，你看，哇，这个茄子啊，这边是好像辣椒啊，如果辣椒长出来也是红红火火哦。你看，这已经长出来了。哎，这种好像也是好像小米辣这种吧，这种品种啊。你看，当当当当，茄子，哇，真是厉害呀！啊，等一下呢，今天我得跟他买点菜啊，这个都是这边的人自己就是自己种的。你看这个茄子多漂亮。这边的茄子好像不像北京啊，北京的茄子都是圆圆的哈、啊，这边茄子都是长长的啊。OK， 哇，还有什么？这个是冬瓜，可能得需要点时间啊。你看，这边有这个青菜啊，我们看这边有青菜，今天我要买一点青菜。啊，爸，呀，这个呀，哇，这个工人跟我说啊。这个菜可以吃了。好，那今天咱们就拔点菜啊。OK 啊，哇，你看多新鲜，这回家一炒啊，盖了帽了啊，地道，你看多新鲜，这刚这个出土拔出来啊，回家就马上炒。哎，待会儿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炒这个青菜。哎，这水分非常好啊。哇，你看看，这是芒果树啊，芒果树啊，嗯，看，他捡这个大的啊，大的拔，这个三两天，拔布拉巴拉玛比萨顿布呀，布拉巴拉玛，不烂，哦，啥都不烂啊，他说也需要一个月呢啊，一个月，不过也很快了哈，很快，你看这太阳照射，啊，好。差不多了吧，够不够啊？OK， 好的。嗯，这边还有一些果树，也有果树，木瓜啊。以后等这个辣椒变这个颜色，我们等一下再过来买点辣椒。茄子，说还帮我给洗洗啊。好家伙，连卖菜再洗菜啊，都行了啊！你看这旁边就有水啊，你看啊，对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服务到底啊，服务到底！你看多新鲜的菜，你看，哎，洗一洗，哎，把它这个根儿这儿洗一洗啊，洗一洗。OK， 现在开始切一切，把它切一切啊，切一切，等一下炒个，拍个大蒜就行了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一炒，加点蒜，非常好吃，非常新鲜啊。OK， 网友们，你们要不要？要不要把小松给你送过去？加一点蒜，看啊。绿色健康食品啊，哎，
翻炒两下基本上就熟了，加点盐，加点盐，加点豆花，最后呢，来一点蒜，点点香油，打了几妈呢，好，出锅关火啊，哇哦，汤食品 Let's go。